很多可能我们不知就是熟知的选手，你问他现在干嘛，应该都是在打 LDL， 要么是 LDL， 要么去当陪练陪玩。对，就 LDL 关注度也不高啊。你说看 LDL 你能看到他们，确实能看到啊，但是你很多观众可能也不喜欢看 LDL。 名是真不知道，兄弟不好说。名在名不休息吗？不好说，感觉会在某个队伍试训什么的吧，休息也休息不了吧，因为他不是还在那个亚运会的名单里面吗？有可能会入选的呀，休息应该不至于，有可能在什么队伍试训当中。但我觉得这种 ID 不受试训，你来的话队伍直接要你。不好说，现在好像挺严格，都要试训一下。就你说物资付出要试训吗？不用，直接来。也要试训，这个还真要试训，知道吗？对，有的是什么？有的是俱乐部要你试训，有的是选手自己想试训。将随后而至。哎，真的没有皮肤感觉好卡呀，为什么？差一个冰神级。哎，没有皮肤感觉好卡呀，好恶心啊，兄弟。真的好卡呀，玩游戏真的，为什么呀？操！老子正想一拳打死这个石瓜老头。越不了啊！现在你们玩游戏都这么暴力的吗？谁给你的勇气啊？老子卡也能杀你，懂吗？你以为我是傻逼啊？没有打野这样子就跟你玩啊？都跟你一样，玩游戏不看打野，真是想笑。
挠时节。啊，你真的是，哎呦！哼，瑞文，哈哈，小的，你这种游戏风格的人比比皆是，有什么特色吗？没有，一抓就死。我是打野，我也抓他。游戏玩的好有什么用啊？你有打野吗？没有。不是你凭什么在这吃线啊？我直接还你脸上去了。时光老头怎么永远都在啊？这怎么在偷我们家蓝啊？都叫你别跟踪，嗯啊！你凭什么出现在这里呀、啊？喜欢玩时光老头，喜欢来上路骚扰人，嗯，还不跑，还不跑！你俩是孪生兄弟吗？啊，要不到打野位置了，看着自己家队友疯狂被搞，很难受，心里自己的好基友疯狂被这个鳄鱼毒气坏了。你厄斐琉斯凭什么能看我一眼啊？我在干嘛？刚卡了不算。我操，这么猛啊，男枪。我这么猛吗？什么情况？点燃！他要复活！我操！牛逼爱心！可以啊，这狂风用的。没有暗爪的鳄鱼好，好垃圾啊，真的。
操，这么猛啊我！给瑞文开心了，兄弟们，给他爽到了，他摆了。现在人玩游戏，说实话，看一下谁玩的少些。